再一点太阳，哦，神奇的地方，啊，银色的身影，啊，来到了古老村庄，血雨之外的人们，来自四面八方，监狱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祖先们一生也没有走完的路，啊，神鹰啊，神鹰啊，转眼就该随着身影，哦，飞向那远方，想看看城市的灯火和蓝色的海洋，当那梦想成真，走进宽敞的机场，俯瞰天外世界，止不住人